有两个六七十斤的树头准备做一做，于是请来了王吉仪老师到店里设计。已经不怎么看，他昨天看到了，他就马上给我打电话了。他自己关系很不错，有我的风格，好，就会继续努力。说明你师傅终于看，对，越来越好了。对，他说我的进步很快。进步很快，孺子可教。什么大师？吓死了，真吓死了。这两个做出来，哎呀，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大的雕刻。对，放在我们手里，客户如果不买，基本上我们就切掉了，也不知道你卖给谁啊。那么大王花梨，你说我王花梨是20年前我就知道王花梨。嗯，就是我跟老母呢，我们那里有个姓麻，叫他老麻，去隔壁一个县。一个师傅家里，他那时候给我看了一张照片，他说这是海南王花梨，多大你知道吗？这么大，空的，这头放到那一头，照片，他怪我看照片，我当时还不知道，懵懵懂懂啊，王花梨，哦，这是王花梨啊，就是我只知道那个老妈跟我说，他说这个海南王花梨价格很高的，说他有眼光，到你说放到现在20年。像现在这个价格这么大的，这已经是标本了，都不用，没有办法用价格形容。他那时候好像是听他说是100万买来的，现在已经没有价格了，那么大。现在这么大的，那主要是够大，对，大就少。我自从来了海南才知道，哦，原来王花梨是产在海南的。这两个都立起来放那里，研究一下。我刚才应该拍个横屏的视频。你看一下这个形态，哪种利用率最高？然后因为我刚才看了这一面了，这边扭扭捏捏的，对，没有那边好看。你想雕东西，雕出来会很小很小很小气的。没有，就是说这个形态最适合雕什么东西？这两件。它这两件作品，即使雕起来，它得放虚空空，四周可以看。四周可以看。就是整体造型是吧？不能正面、侧面、背面都可以看的那种。这个就叫这个跟那个成龙观音，成龙观音，再这样子。我感觉这个做这样子放，这种做成龙观音好像一点都不浪费，形态刚刚好。是啊，做成龙观音好看。形态刚好。就这样。就这样差不多了。你这个雕是？这个如果雕起龙观音，那个雕哪一种造型最合适？他如果想一对，想一对的话，这个也应该雕观音呗。也雕观音。应该雕观音。也可以雕别的吧，反正你先看形态吧，就是形态最适合什么，不一定要一对。像这个的话呢，最适合雕的话，比较雕达摩类适合一点。雕达摩，因为它下面那个。下面是飘逸，上面是比较刚硬一点，那个比较柔软一点嘛，这个很柔软的感觉，这个比较刚硬嘛，就是像达摩啊，那个。下面那个圆圆的意境有点像达摩那种感觉。这个的话，你可以那个呢，就设计下面代表江了，鱼尾渡江了。如果这脚就雕这里了，下面就不需要太那个，这就雕就水花就行了。水花上来，达摩就在这里。这里哦，这里刚刚好有一个拐杖一样的，拿一个拐杖后面可以雕两只草鞋，然后这样转过来，这样就刚刚好。这刚刚好。好大好大。这两个雕出来，哎呀，太漂亮了。看着都很震撼的。这个东西不切是最好的，不要切。对，不切是最好，一不舍得切这个东西。切它就不是很那个了。就在于大，颜色又好。等一下嘛，我拍一下重量给人家嘛，老板在那。拍喽，拍喽。叫大师雕啊。对啊，叫大师雕啊。人家没有，这两个应该有写在上面了，130了，合适。